我都是主張舒服啦，坐車同埋揸車舒適感好重要啊！幾架車嗰個力都好好，我覺得我都中意，同埋行起嚟好順好正咯。Tesla 先啦，試揸過覺得觀感唔錯啊，因為同埋佢嗰個車頭擋風玻璃好獨特啦，一路去到後面好嗰、那個感覺好舒服，好開揚咁啊，同埋。比我想象中的力氣都大很多，因為那個加速很快，很多東西 很方便，即是踩著個壁自己會關門，即是想得挺細緻。 我就覺得它細步了一點，但是是挺靈活的，還有它開縫，我又喜歡開縫車，都觀感不錯。 Ford 之前都揸過來，還有我覺得佢幾方便嘅，因為呢啲類似呢咁嘅農夫車我都中意嘅，因為個後邊有個斗咧，係好方便擺嘢，同埋好型好 man 嘅。我覺得呢款車嚇揸起上嚟都好好力。我覺得揸車同埋坐車最緊要舒服啊。